不要吐我们都好了。我现在这个血量应该是被吐到就死了。哎，可能给面子，几乎都不打我。你看他，啊！哈哈哈老三龙，爱士。老三弄的落点在他的那个上面那个突突的中间。哎呀！移动！天竺鼠车车！咻咻！哎，车车开到了！哎，车车啊！想起来是蛮可以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老了，在路上就比较前置老派，你只走过去，人家就一堆拿石头丢你，把你的头发扯下来，把你衣服扒下来。别走了，别走了，你再走啊，干，杀人啦！嫩。你看像这样，就你事情都做完了之后，就只能在这边等。要旷野之息哦，睡哦。海拉尔的勇士也来帮忙了。深蹲，深蹲。可以去打炮了吧？来个巨龙炮。哈下。哎呦！爱是猎人，哦，有人现在定新闻都很强哦。登登登登了，哇，来不及放 BGM， 被打死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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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小心。这个等一下会被他吃掉，先挖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、我捡过了，我避免他吃掉。已经先帮大家把它拿起来了。快，草旅馆出发！嗯，不知道到底要从哪一代开始，魔物猎人才可以带两把武器。这一只尾王做的也不错，特色哦，特色来了，这只有重物应该是可以打得快，可以可以，已经掉了。你们加油！我这个烂屌伤就不上去丢人现眼了。啊！洗呀！还没还没，第三段，大家鬼叫一下。啊！然后放这个丝线超酷。跟卡 Q 影一样，呜呼，嘿嘿嘿，
天竺鼠车车，你们加油啊！我这烂屌伤不丢人现眼，行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使用武器的技巧都让我鸡皮疙瘩掉满地呀、啊！我也是呢，我一直趴在地上找找看有没有鸡皮疙瘩可以捡。 靠各位大哥了！这个下载的我被顶到就去了。我来，哎呀！哎，哦，小心，不要被这个绊倒了。 我靠！<笑>我是用勇气去挡的，痛哎！哦，小心！哦，这个先敲起来，不然等一下我就挂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丢到勇气中弩了，出！啊！ 那叔叔也没有皮条啊，人家中人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哎，啊，完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碎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豪车通关。 吃多了会痛风，<笑>不会不会，我觉得螃蟹是会让我痛风因素里面特别低的那一种。深海甲壳类还是比较恐怖。啊干你！<笑>我这个双手一张，哗！ 你再说一次，你试试看。Hello？ 啊！<笑>他吃这么多东西，新陈代谢又这么强，他吐出来的应该是他吃很多东西都出来不衰了。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啊！<笑>我如果有勇气，就可以弹回去的。我现在是个懦夫。毫无疑问的，这只猫车是因为刚刚吃连线痛风。 <咳>并没有，是他那个口臭太臭了。没关系，不要吐我什么都好。我现在这个血量应该是被吐到就死了。哎，可能给面子，几乎都不打我。你看他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我现在很不臭。 为了避免大家心血被我玩掉，我先换地图了，太烂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服从姿势，太痛了，又没有带密药，还在嬉皮笑脸，哎，三只三角怎么来了？碎了，一尾喉咙。哈，有了，现在的我很强，跟仙豆一样。你看有没有？一来他就死了。只有一。
又是你，永远如哇！暗山小孩想跟我拿回他的密钥，有没有这么刻？又当个快乐冗员，难怪又判说你是魔物渣男。不是，我们在成长过程欸，你会去嫌弃一个小孩子不会爬不会走路吗？就还在爬欸，好不容易站起来你又说他不会跑。嘿嘿嘿，让我满血！还要被暗针小嘴！不要啦！不要啦！不要啦！哎呦！哎呦！太恐怖了！不管他要吐谁，我都要飞扑。我是，我是。干得好！被按在地上哭。差点就变成暴仇，今变成林元伦武。